哎，小子妹儿，哎，来了。煮的啥好吃的？羊羊汤。什么羊汤？清水煮羊汤。清水煮羊汤。对。而且还是山泉水。哦、现在都用山泉水煮羊羊汤了吗？对啊。哎呀，山泉水没有碱、啊。没有碱是吧？对。啊，羊肉吃起来好吃。对。啊、哦，那回来给我搞一碗呗。好。啊，好。哎，饺子妹儿。啊。这个羊汤多少钱一碗？10元、20元都能烧，是按斤的，看你想喝多少钱。啊，按斤的是吧？对，按斤的。啊，你们除了羊汤还有什么吗？水饺、炒菜都有，只要你想吃都可以。啊，只要想吃都可以。对。啊，回来给我烧碗羊汤，再给我弄个炒菜啊。走，等一下。啊，好嘞。啊，那我先等着啊。啊。哎，太好了啊！哎，这羊汤真好看啊。